然讲到哎，一个鞋子可以改变那么大，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鞋子的部分。对，鞋子呢，由谁要帮我们介绍？维如，麻烦你了。接下来由赖维如所要介绍2014潮流必败鞋款，绝对不可错过哦。看完了衣服，紧接着就请赖维如帮我们介绍2014必败鞋款吧。耶，满桌的鞋子，女人看到眼睛都发亮了，你知道吗？有英国媒体报道说，女人一辈子要买到469双鞋，好扯，真的假的？你觉得很扯对不对？我觉得一点都不扯，是吗？因为有些人可能买4000多双，有些人可能买40双 ，balance 起来就是这个价。所以你大概是8000多双那边？我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是衣服比较夸张。赖维如，是我现在来介绍是你要知道什么今年的流行的、哦？对，今年早春，2014年早春最流行。问一下维如，你的鞋子也很多？我鞋子也蛮多的。目前预估你的鞋柜里面大概多少双鞋子？大概有50几双吧。怎么可能？常备的，只有你不可能。他常备50双，有些可能就不可能就收起来丢掉啊什么的。不止吧？就是有旧的，我觉得淘汰了，因为毕竟我的鞋柜没有这么大。对，哦、所以你是属于会淘汰的。会淘汰的，没错啊，不会囤货。没错。好，我现在来介绍是今天金属色泽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这鞋底也是，这鞋底也是。这鞋底也是金属色泽的，然后它是比较偏罗马鞋的感觉、哦、对，然后今年是走比较有个性的，还有尖头，因为尖头今年也是非常的流行。嗯，这种好好看，我喜欢。跟不用太高，你喜欢这种男生看到尖头不会害怕吗？不会，觉得很性感啊，感觉会被踹死。对啊，感觉被踹到的时候超痛。不是，因为这种鞋子会露出一点点的脚趾头，这个缝在这边、啊、就觉得很性感。你喜欢，所以你喜欢露脚缝的，一点点脚缝很性感啊。这个男生都在看这个。那维如这个呢？走出来一点，走出来一点，看一下。维如这个呢？就这种，就是这种一点点脚趾缝。你不要摸，你不要手，手不要来，手比的啦，脚趾缝。脚露脚缝的你喜欢 ？Sexy。是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其实不是每个男生都喜欢。你可以尝试一下。平底鞋、哦、因为平底鞋穿的人会比较显年轻、哦、平底的鞋，而且是平底的 sander， 平底的那些绑它就是很平， 你如果配的时候它反而是年轻。你说平，老师说平底的什么鞋？平底的有金属色的，像那个比较矮跟的。可这个真的会让我觉得很像是你知道公司的中高阶主管。这个又太尖了，对我还尖。可是现在这个是最硬的哦，现在最流行的，它在去年才就已经流行过、嗯、，Prada 已经做出来了。可是今年这个是最硬的，这是黑白的低跟。对，今年真的很流行黑白色系，像老师刚刚那双也是黑白，但是它后面有点点俏皮，就是带了粉红色、哦。然后它也是尖头，像老师今天小四老师有带那个尖头的，所以今年就是流行尖头，然后低跟。还有金属色系，金属色系黑白色系也可以，就是50、60年代的那些，现在又流行复古。因为你看到我们现在4寸的这些都是千禧年以后了，对不对？嗯、而且前面的 loafer 也很高、嗯，那些都是最近这10年。可是比较久以前的女生都是这样子，其实穿起来很可爱，有一种复古的潮。维娜今天穿的也很搭，这个很适合你今天的这服装，其实很可爱，而且它。它就是会有个可爱的复古，对，而且没想到它的袜子跟它的鞋子其实这样搭起来很，而且它又有一种小女人优雅的感觉，古奇的感觉。所以你有发现 ，really 很好看，耶！哎，你这不赖呢，很搭，很好看呢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还蛮搭的耶。Oh my god！ 走路要变这样，都喜欢你这双。因为现在、这个，好像真的蛮搭的。因为这个才是复古、啊，这个所谓的复古就是现在流行的是到这个年代。你是蛮可爱的。这双大概多少钱？这双大概给你猜，4280。4000多块，而且这也是早春系列，也是刚刚放在柜上。如果百货公司下个8折，我可能可以买。就是我是以一般人小资女的心态。是。所以国基老师，你也有类似这样子的鞋子吗？我有类似这样黑白色调，但是呢，我这个是跟稍微比较高一点点。可是这一双我是要郑重推荐。漂亮哦！哇，好闪哦！可是这个价格大家一定会一定贵，蛮意外的、啊，可以让大家来估一下。你看这个真的好亮，就顾这一双是不是？它整个侧面全部都是，后面还有小心机，是一个蝴蝶结，有个蝴蝶结。这一双大家要估吗？估对可以带走吗？如果估对了，好吧，今天这一双就送了。真的假的？那好闪哦！所以这个是你是说这个是平价的价钱是不是？这个平价的价钱是我现在价钱外面也查得到的。刚刚这个刚刚说是4280，可是这一双你看到它用这样子，又点钻，然后又这样子。这个钻真的很亮哎！321，请翻你们的估价。
3800 1380 1380 1980 1980 3800。好，我是在中间的二，要不超过底价就接近不超过2200，我猜是1500。1500，你们良心啊，真的真的因为人家年那么多赚，因为国际老师真的太厉害，他都可以找到一些很便宜然后又好看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我怎么看都不会便宜，而且这一双真的我要介绍一下，它是真的美国进口的，美国进口到家了，对，从美国那边进口的，完了还要船运费加税，进口价老师，如果台湾做的可能会很便宜，可是它是美国进口的，所以这双的价钱这一双价钱我们打完折在市面上卖是卖2500块。送给我，还有你帮我要我的尺寸送给我，要送给小四老师。哎呀，老师真大方耶！我竟然猜中了。比如说我的女朋友，她跟我说买完跟我报价，报个6000，我可能都会给她。就不知道哦，对，你真的很不懂女生的东西。你要说看你包养担心，没有。你妈妈看见是作何感想？快跟妈妈道歉。妈妈，我买的。5000-6000块，我也可能会买。大豆，你真的要买女生东西带我去，我帮你。我需要认识这几个老师。